文明是人类智慧的结晶，然而宇宙海盗却来盗取文明，他们试图将文明转化为强大的能量，用于征服宇宙。 V5 战队为守护地球文明奋战到底。 V5 战队紧急出动。第52集，机器人擂台赛。啊，看我的，进攻，进攻！伤啊伤啊！别想打到我！机器人擂台赛，我一定能！就这么点实力还敢参加机器人擂台赛？哇，好酷！柯俊，你的机器人太强了。我的金铠甲还没发挥出一半实力，这个超级机器人可是请国外专家组装的，用的齿轮组还是全世界最先进的呢。好厉害啊，这次比赛冠军一定是柯俊了。机器人比赛不是应该自己组装吗？这样算不算作弊啊？哼，有人嫉妒喽！你们谁要操作金铠甲试试啊？我要！可俊真是太过分了！我们一定要打败他。可是金铠甲真的很厉害，再说我们的机器人都被打坏了。对了，要是我们自己组装一个大齿轮组，把三个机器人的优点都集中到一个机器人身上，一定能打败柯俊。这个主意太棒了！有这么容易吗？我试试看，怎么知道行不行？好耶！我们现在就做。耶！能不能教我们组装机器人？机器人，我给你做一个就好了。不行，我们一定要自己动手做，不然就跟柯俊一样了。这样啊。好的，组装机器人需要通过几个步骤，就像这个样子。大哥，齐大人是不是发疯了？他看那个东西已经看了好几个小时了。太美了，真是太美了。那到底有什么好看的呀？管他呢，那只阴阳怪气的蜥蜴，苦够呛。是齐大人，把文明枪拿出来。我知道该拿什么文明了。偷这个小铁片。小铁片？你居然说这么重要的人类文明是小铁片？快动手就是了。文明吸收启动。文明芯片完成，异空间开启。文明转换启动。现在播报紧急新闻，系统镇齿轮消失，汽车出现无法行驶的状况，输送带损坏，工厂全面停工。因为这些东西都需要齿轮。
特军的机器人好看，但是性能没话说，就叫它齿轮战士吧。什么？齿轮消失了？侦测到夜空间。星宝，酷狗想偷了齿轮。好，海蓝龟、尾鳍，你们去异空间夺回文明。其他队员跟我一起前去救援。是的，队长。逆战队紧急出动。住手！酷狗兽，快把齿轮还给我！哼，你有本事自己来呀！星兽之态，启动！好好的教训你，新兽形态启动。文明兽启动，齿轮兽成一。好，我们去。我来了，看我的。哼，以为这会管用吗？时间不多了，小心，慢一点。我来帮你们，谢谢。怎么回事？大家别慌，慢慢来。这样下去，海蓝龟会承受不住的。请求支援，交给我吧。来几个都一样。星兽形态启动。速度太快，我得让它缓一缓。行动光波，
我的壳。文明还原，耶，恢复正常了，太好了。哦，都开始了，就要开始了。哼，来吧。这样的机器人居然也来参加比赛。机器人擂台赛正式开始。嗯，有巨人，加油齿轮战士，加油啊。哼，赢了他们也绝不可能赢得了我的金铠甲，我一定要打败你。就是这样，金铠甲干掉他。什么？这届机器人擂台赛的冠军是齿轮战士。这是最有效的办法，足以提供最强劲的牵引动力。很好，装备执行。好的，迷影大人，我的实验已经展开了。